心不正啊，即阵心灵，咱有母娘啊，开咱的心气，即拢是安定。在世间，咱只有用真心啊。母娘伊的传法，是对咱个人的心开出来，啊，这是清净的心意。不应该，伊只有讲咱的心情恢复原来这种清气啊，顺着本源的灵性，咱来转的清，是咱回到母娘的天性，咱再来教教顺定，这点青天就顺家。现咱母啊，这条心意，真理是天法界，显露是顺心来，无形的灵气，只有咱来悟出，这点灵魂伊的灵性，我爱转的清净，是咱无形这条灵魂顺家。咱的心定，真理是天灵来，道灵是现世情。有咱这条清天心，灵源脑正路性，爱咱来转到清净，是咱一点灵源性，恢复咱这尊神呐。这是咱照着。清净的天意，度咱归元道灵，咱来是行入来，行入来就敢若亲像甲切入来，亲像电视无会甲切到这个调频，你要欣赏这个调频内底的内情，这是咱讲的上苍的天灵，咱爱徛正无形这条心意。这则是咱心灵的天界，恢复清澈咱的心，灵源有落定落来，转灵现世心在，灵源本意是天性，传咱有落是清灵，一点清天的灵气，转咱归元顺利。用咱一点清法界，度咱清净顺自在，真法的灵气，爱咱团灵顺利，有咱一点清天的心，咱再来悟出这呢啊清净，一点灵源的灵性，咱来兑现则是顺心。你有一条正法界，再来讲通天顺心来，有咱一条清法心，咱走无娘转的正，显露是顺道性，爱咱转正现世心呐。这是咱清净的灵气，现伫咱这么顺的心，无形伊的本性。咱只有看出先天的清净，拢是现落来的灵气。我爱走向先天性，有咱顺着母娘的心神，咱来看现则是道家是心这条灵性，现咱内定这尊神，我有无形。静甲遮尔清，这是咱拍通元天的性，灵魂脑照天意，度咱现主时这个心清净。我爱是先天这条灵气，现伫咱这个心遮尔啊顺时，上苍的天界，是咱走向现在，有这点清天的真源。咱再来讲顺家现世情，真理的灵气，
只有咱来讲顺甲柔性，有咱一点正法界，现咱青天顺性，灵魂后正柔性，爱咱来显露稳定，是咱这条青天的理，拍通老母这尼啊顺的心，这是咱原来的灵性，转过着清净。咱的本性有咱一条正法路径，咱来讲顺家现世的情。即马咱只有用灵家现伫咱的心头，看出着咱即马这个元气，咱有照着先天降落，是咱这条清澈的灵源。无啊，伊爱咱静甲遮尔啊稳。天元正理的灵性，回咱出家清净，转咱无一条心。你有这条正法路性，咱再来讲顺家安静啊是咱对着现主时，咱修学无量这条灵清净，归咱这条。清法的本性转给伊这尼啊顺便，拢是安住咱这条灵魂，定着咱这条气，恢复着本源的神，这点则是咱道灵，回转来咱先天这条心，伴咱有顺加这条灵性，现伫在世。咱的心稳定，拢是顺入来。咱这条灵气学着通天，咱的本性，你才会当讲清净。即阵心明，现道是灵天来，转灵是定会知。我有这点灵源的灵气，再来讲着顺家，这尼啊清的心。这是咱见母的灵源，落来顺理的心意，咱才有这尼啊清净的天。灵源顺落是天意，团灵归源是道心。你有一条正法路灵来，转咱清净这世界，真愿应来定母意。团灵转嫁咱落时，一条清净的天性，应咱老母这尊神明。这是咱传来的灵气，嘛是咱永远找出着咱的本性。我爱是直通这条灵魂，献伫老母这条心意的。天元落嫁是灵天性。转咱归元是道天神，无形爱咱有阮的灵气，我爱行向则是顺咱的心性。母娘伊爱予咱会顺利，即世人咱会当行正直，即拢是顺着母啊即条心，咱有遮尼啊顺的灵性。再来讲一点，清咱的心，无形爱咱会稳，咱才有遮尼啊顺的心气。天元本意的灵性，现咱顺家的本性，阿母啊爱咱有情，这是咱显落来的灵气，啊嘛是咱来讲出家这条心。天元闹正落性。爱咱转转来，则是无形经，真理有咱落天来，转咱定法这条心。我有无形的灵性，定咱这么顺的天命。真法本意是天灵家，现咱转来是顺天神。我爱有无形这点灵，现伫咱的心。这尼啊静，
是咱飞入来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加定路性，你有这尼啊顺的天灵。咱再来讲向当来心境，是咱这条清法界，是咱来讲到无形转自在上苍的灵气，转咱顺加则是天。咱有母娘的灵性，转伫咱这尼稳的天灵，拢是主宰的灵气，咱才会当行清家己的心，是咱回转这个灵性，咱才有这尼稳的天性，无形伊的灵源，爱咱行向着这尼啊正。这是咱出家的灵性，转入来咱在世开心。一世人，咱会当向这个心神来报道，安尼则是咱找出着原来咱的灵性。一条会春车，就讲你会当照顺时，搁真稳定，一点灵源来到位。是咱即卖咧讲的顺着无完成，你转伫个人的心感内底，这是青天的本性。我来度化我家己的心，走向正法，这个无形的灵源，上苍伊爱咱会清净清楚，脑神啊有老母啊这个元气，这则是咱清净的天性。母娘啊，直达咱的本心，这是元天的真意，来带这个母性伊的清净，拢是源头这条灵性，拢是真理塞入来，咱即马这个心会清明，上苍的灵性爱咱直通先天灵，真法本意是灵法界。现咱转正顺自在，有咱一条清天的心，咱带有老母这么稳的心，这点才是咱的灵气，恢复清净才是咱的路神，是咱有稳这点灵魂，是咱搁再顺加的心，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再来讲顺加这尊心灵，现落是灵法界，转咱有稳是现在。我有这条清澈的灵性，咱再来讲出家这尊心灵，这是咱传法的灵气，嘛是咱对着元天顺母的心，真理应来传灵家。现世转咱心平静，度到源头，咱的真意，无上天灵，咱的本源，这是咱清净的天源。母啊，伊转咱的心献出家，一条会当稳定的灵气，咱只有对心内吹出来。我爱是这尔稳的天性。金母啊，伊爱我的清净，一世人我只有对现世的心，是咱无形这点性，予我这尔稳这尊神，这是咱传法的灵性，做主这尊心灵，度到元天的真理，我只有定法无形界心意。真法本灵是天法界，现咱转灵是道心，有咱一条正法的灵气，现咱出定则是无形的心，咱爱是顺家的心理，转咱一股元天的真气，是咱一条清天的灵源，是咱顺家这条心意呀。伫咱会当看咱即马的心，
咱要讲的是清心，心一只有归一，咱只有用清扬的心，清扬就无对呀，无对立啊。所以讲，今日我要讲的，就是无对面，只有我即马甲母娘合我来，这条灵感尔尔。这是上单纯啊！咱阴阳两气甲转甲会合，变咱即马要用的这个纯阳气。所以讲，咱要讲的是心灵，这个神，这个性尔尔。其他咱无爱伫遮正法正反啦，啊伫遮咧讲袂离安尼啦，袂断根啦，袂滴漏。今仔我要讲的是家己的灵性，对着我这个心嘛，会当归甲遮尔清净，因为这是阿母啊，甲我牵加的，现主是遮阳神呐，甲我做，甲我饲条条的。因为这个心我要归正中，是咱在世间的修持法门啊。咱心嘛是真正要捌，要捌到这个道，这个无缘，安尼咱才会当启出到上观。这个天一顶一顶，上观的天咱叫做九重天，有诶讲叫做九天。这是咱转伫无形界的天性。因为九是阳相关的啊，这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啦。心内底啊，你才有这种真理的原性啦、原点啦。啊，这要倒转来咱的原味哩，穿甲咱的心、脑神这电波，完完全全拢是这个道的信号，是咱用到这点灵气啦，天然的啊，天生。自然的啊，安尼咱再来用，这则是咱原形的本性内底，咱拢永远住伫遮，遮尔清净的啦，天所生的啦，这是咱这条灵天的灵气，个人呐、啊、要行转来，是咱这条正法的灵性，拍通咱归元这个无心，显露是真原性。转咱有稳是现世性，即马我只有行这条路尔尔，后壁的你要对条条的，咱嘛是同款行这条路，你无爱行的，行另外路，甲咱拢无关系。修行就是修咱现主时啊，这条路的生性尔尔。是安尼，咱才会当行到真正的运合啦。母娘啊，伊要教这条本性啊，恢复原状。是咱这条心嘛，这么啊坚定坚持。我只有向着咱的灵魂这条灵性，行到即马的心嘛，你都无变过啊，你都无转移啊，移动啊。这就是咱定一条，凡世间呐、啊，你是为苦要甲脱离。如果你心内震动啊，就苦乐。所以讲，今仔日咱要倒转来甘露啊。这个甘，就是咱真正爱原形啊。露，就是咱即卖咧讲的，敢若像甘露水这么甘吗？咱所有讲的话啊，就是亲像甘露。骗杀哈，互咱每一条心嘛，拢会当滋润，互伊会当润喉，互伊会当讲甲真顺时，这个心内底这条道路，这则是咱通灵的本质啦。世间要行一头啊，咱这条灵的修正，真法本意，则是灵性，恢复清界。这是咱的本性，真理显来顺如性，爱咱转倒转来，这是现世性。咱人修持还是做机，拢靠后壁即阵，啊是你即马踩伫红轨路顶即阵，这是我的主神，这是我的主公。
所有的你若会当上红吉路顶啊，伫咱奉天做神的来遮礼任啊，咱拢是伊的子孙。所以讲，你莫妄望，即阵主公伊就会特别助你啦。干若安尼，毋是正神，伊就偏神啦。是咱爱有即条正法的正性，咱有真心嘛，对着即阵神的有效的敬意啊，照着伊的宗旨，照着伊现主时，甲咱教这条啊咧，安尼咱来奉行。莫去计较，这就无逆着天啦，因为神是代表天啊，代表地啊，伊的掌管有无？伊现主时会掌管啊，这个权利，是咱用着这条青天的灵性，因为神一捌天地啊，所有的结合这个循环顺序的道理。今日咱爱是现主时的灵性，照着神呐、啊，伊会当甲咱传、甲咱引、引甲教，啊是咱个人去体会。你个人要安怎做会到，定伫这个位的，定伫这点的，定到这个界。现咱有无的灵性，转伫咱这么清的心意啊，是咱。当下咱这个心境，今日我若无先天来甲我造化，这个清净的境地，我都无法度来讲出我即马头壳内底任何所有的佮另外这个境，拢无法度入来，因为只有我倒转来先天老母这个天境尔尔，所以讲即马这个境地。只有我甲母娘伫遮咧传，咱上界源头的，就是咱的庄严庄和，这种教化，这种定条条母娘的圣意，是咱主宰现主时啊，咱所有要讲的话，心内底这个逻辑，这种三生啊。是超越我个人平常时用脑、用神、用思，思就是想啊。所以讲种种的变化，种种的现场，你就会当讲真正有神伫咱即马共的世界，只是一层一层咱毋知尔尔。这个世界是多层的，有仙。有菩萨，有神，有鬼神，有咱即马即个祖先，有咱现主是有形的，所以讲是咱这条清楚的天性，你才会当嫁入来道庭这个外世界，是咱这点清天的本性，咱再来讲顺家定咱的心，因为咱人若照着太阳光倒影。暗时，咱这个电火若烧落倒影，迄另外阁一层的世界啊。所以讲，顺着这条灵天的灵气，咱要讲着顺甲这条心啊，这是咱清净的天。要来讲着顺甲这样稳的心，真理则是灵气，显露清净则是露心。有咱清净这点灵源，倒转呐，咱的心开。我爱安定在世行，做主是先天灵，拢是恢复咱的灵界，拢是照着神。今仔日我只有用着心的明白、的明亮，安尼我才会当讲出着这条神的光。光你就无法度甲查啦，伊是明堂堂的啊，哦明明白白的啊。所以今日咱要翻白，你即个头壳要亲像着天山，迄个色遮尼白，日头甲照落，伊会反射变光的，变多彩的，迄种艳丽啦。
这才是咱灵魂的本性质。咱要讲到这条灵性世的作用，真理是天灵来，现咱落家上天神。今日太阳光照落，伊会反出着多彩的金光，倒转来报道咱这个翻倍这个逻辑，一定一条凡世间超过着这粒地球村的光。刷嘞，这个太阳光甲照落，这个世慢慢的扬作冰，冰伫咱即马，这个天山，这个天地，慢慢啊来扬化、融化，才有这个冰水，才有这个真正冷风，一股气，甲这个水共下来，甲这个天地，所以讲要留头啊留两三天，伫咱即马。这个庙啊，要提供的时阵，这个水啊，互你袂当，你无超过三点啊，你内是皮皮出来。三点这个水啊，日头伊才会当烧好，因为新疆天山遐三点则是咱台湾现主时的中午十二点，太阳上强的时阵，这是咱上苍的灵感。献伫咱这么稳的心，是咱原来出天意，是咱心中顺天理。你若无去注意，你若无去到位，甲你讲的你唔相信，你所以会伫只戆戆想，世界拢共的，这个时阵，所讲二六时分呐、啊，哦，咱即马讲六就乘以二嘛，咱这是。一时辰是两点钟嘛，但是较早印度一个时辰是四点钟嘛，甚至于六点钟嘛。时辰无一定定讲两点钟的啦，迄是以咱中原，中原就是咱只要讲中国，咱这个太原啦，哦，以安尼来讲，中心点就对了。这则是来讲到灵性。咱中国都有时差，莫阁讲外国啊，是咱以这条青天的灵性，这粒地球寸度安尼差的时阵啊，你看阁另外只个球咧，只个星球咧，所以讲是咱即马要用到现主时的接触，定咱这么正常啊，你无偏差的逻辑，这种开导。啊！你才有一个信号，你才有一个中心点，你才有讲出着现主时修行上重要的这种规矩、这种法则、这种相论的原理，是咱顺着这条正法的灵性，虚空中咱的本心在在，现咱一条清天气。爱咱转来顺天神，咱知影讲，咱拢要倒转来虚空，归太极，归太极都无分日时甲暗时啊，无分好歹啊。安怎讲？伊都无这个地气好清，这个咱只嘛讲，这个水气有无来分来甲压咧啊？哦，咱有分压咧有无？啊，这个地球是西无？伊咧晒这个太阳有无？啊，咱都晒一半，哦，太阳啊照到就是日时，这边照未到就暗时。咱完全超离到这粒地球村，因为最主要咱是啥？要出世间，这个世间就是这个世界，所以讲咱要倒转去本命星，永远拢是自在。咱家己这粒星球会当发光，这是咱。学到正法的灵气，所以讲通灵的人，日时暗时，伊拢会当家己自在。人生就这种灵感，自然的来源，这才是咱清楚的天理，拍通咱落家这种灵气，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性，爱咱行回这条本性。今咱这条灵魂就是神呐、啊，你有醒起来，
醒就是知影，知影这个道理的由来，这个经过，现主时咱的灵感，自然照咱来讲的，自然照咱来形容表示的。这才是咱顺着这条天性，世间有修行，拢是咧演、咧变、咧化，咧化啥？化乎成，成咱的本来，这么清净的原性啊。所以讲，拢是半张落架啦。哦，咱爱搁加油啊，咱爱搁继续啊，练乎成就。啊，无你会伫遐戆戆骂骂。迷迷糊糊、蒙蒙雾雾，你看无咱即下要行的前进这条路。这是咱对着无形这点灵性，老母娘娘伊的发心，伊的真意。世间爱行出着咱原来迄个真灵啦。所以讲，本来咱拢是无味的，大家完全拢是相共的。但是落来有形的，有福报，有无福报的，有合情合理的，有诶无合无情的理的，这是随着咱的时俗、地方上的团小团。过去咱所有的上高读册是江西迄带，所以讲江西遐囡仔就特别巧，血统关系。囡仔是大人咧牵家的关系，教育的大关系。所以咱人拢是为即马出生开始学的，你才会捌一寡世间理，捌一寡做人的规矩，你一世人袂去做歹。今仔日咱拢活到即时阵啊，好歹咱拢经过啊，富贫咱拢经过啊，贵啊，有高贵的，有咱即马讲无高贵的。咱拢经过啊，高贵就是权。你做董事长的权，你做经理的权，你做班长的权，咱拢有看过啊。过去家己的工厂，啊是看别人的工厂，啊是咱过去加工的，你做一个小头家，你做一个小厂长，管这工啊，是意义不整啊。啊，这是个人的职务。个人的工作，你有安尼一间公司，才会当敢若亲像来成。今日修行嘛同款，你一间工地，若有照规矩来，有照无形安尼做，你健康性就大。一枝花嘛同款，毋是敢若拢啊，这个领头的工作啦，领头的你的力一定要付较济。过来，毋知当时你要做领头的，你若无去学，你若无去亲近，阿妈你戆妈妈，戆妈妈影响着你个人这个介绍，个人的价值。所以讲，今日要提升着灵脉、灵神，你这种价值性，每一个人啊，拢爱真需要去听出着母娘即嘛这种教法。教法，你要举一反三，母娘举一反俗。母娘讲一，你就知影十项啊。安尼你才会当头脑发达啦。要做的工课，才会当敢若亲像心心啦、啊、心心啦、啊，这么健全。心是咧指挥身躯去做的嘛，啊嘛是哦，你即卖咧讲话嘛，啊你讲话有无？会符合人听未？这就是一种表示嘛，表达嘛，一种流露嘛，你的口才嘛。你即马心有想安？你讲话滴滴嘟嘟无讲未出来有无？啊，这就是你真正心脏有问题啊！有的是先天的，啊，先天就是心脏问题，你唔知怎样。啊，即马就讲你过去的病态就对了。你如果若讲话袂认真，表明这逻辑无对，尤其是你搁食物件落，啊，你着规日头壳着戆刷刷，敢若咧亲像咱即卖咧讲的这个摇滚船咧，一日啉落着戆刷刷，都毋知你即卖咧做啥，定你的心定袂了，
这拢是过去的大毛病啦。所以今仔咱要救这个毛病，甲稍稍也无，你要用现主时咱所有的情感来甲破咱过去迄种无正常的杂乱啦，哦，你种乱力，话讲做怪力乱神啦，你乌白讲话啊，失去着现主时，你这个心境啊，这是咱团灵的天性啦。个人你会当增加咱的脑中心，一世人咱的控制力，献咱一条清天性，转咱顺家，定咱心。要讲到本性，所以讲较早有诶，用到咱即卖咧讲诶，啉酒诶场面，哦，用到跋筊诶场面，用到种种互你出钱诶场面，看你即个心境安怎啦？迄个本性会走出来啊！所以讲是咱过去用安尼咧饲啦，啊，咱如果闹伫即个当中有无？你若真正有变样变款有无？你就要小心了啊！今天就是要改咱的坏脾气，改咱过去世这种精锐啦。现咱有定，则是灵气；转咱清净啊，则是顺天。灵源有咱顺道性，爱咱先来转会净。有形的你拢会当去参，但是你即个心嘛、啊，做主啊！你要有一个标准图，不管是较好性地、较歹性地啦，你拢会当随意当场啊，会发声，会暴躁就对啊。啊，这才是咱人啊，你真正要带咱较前进的这种境界啊。显露是上天性，爱咱转来现世灵啊，今咱只有听天。咱做人只有听咱现主时的法令，这个文念呢。所以讲，咱是照着现主时符合，就咱即马国家所有的法律，这种令就是咱即马讲下文文纸啦，内底写这字啦，要让你知影的。你如果若超过这文纸，啊，你就犯罪啊，哦，犯过啊。啊，咱不爱安尼做啦。修行，咱只有听先天老母啊，伊要让咱做。如果若允许，咱就来做；如果若无允许，啊，咱就甲动咧。这就是咱今物咧讲的，母牛真正要甲咱教，以后咱就唔免阁安尼伫外口走状表现啦。因为咱的任务有甲安尼来啊，上苍啊，伊伫咧甲你阻止啊。如果若是要安尼演化，咱就真心对外去演化，因为母娘伊是伟大的精神，伊是上圆通的这种文明造化，咱现主是文化的教育。所以讲，我要用到这条青天的灵气，在世间我要做佛教，想顺天就好功夫。咱人呐，那依法律就好合，哦，所以讲。安尼，咱用到上贵重的、上界珍惜的、上界会当讲这个珍贵的，安尼咱来大家来效法。安尼，咱的顶面啊，就讲咱即马这个正灵啊，才会当来教咱现主时的百姓，啊，大家会当安和乐乐。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气，我要讲到这个孙的天性。灵魂若有照无异，咱只有来讲定法世间心。什么代志，咱拢做会到。咱只嘛咧讲煞，煞着呾小结束，莫讲小结果啦。哦，所以今日咱是小结束，莫讲有即个小果啦。是咱以清净这个天性，咱徛伫遮咧讲二十几年啊，我毋捌头一步。搁较安怎平静，搁较安怎艰苦，我嘛是同款，在时伫遮，下昼时除非有人伫遐，若无我嘛是同款。五点前我就咧练啦，练到五点我嘛是咧讲，但是遮尼热，叫恁来遮听嘛无意思。
所以讲我拢是汤捌摕一只练，啊汤捌摕一只讲。有诶讲讲道理好，都爱穿甲安怎才端坐，教门无同啦。今仔要成就你这条灵性无同啦。有诶是咱即卖讲啥？你有这个名，无这个位啊。但是今仔日咱要有这个名，爱搁有这个位，咱要拍拼。是咱以这条青天的灵气啦，转伫咱这个顺的心啦，心明做己的人，大家嘛坦荡荡有无？这颗心向着咱的虚空，和天公背后地庙来采来干，这是咱顺着这条天性啦，个人个人的使命啦，啊个人个人现主持的样啦，但是多伊都无安尼分啦。咱要讲甲道内底即种精华，即种精粹，啊，你阁有安尼分有无？啊，着大家毋免讲，啊，咱拢是肉体落来凡世间诶啊。阿嬷咱嘛是无早半行倒转去啊，因咱过去拢土葬诶，啊，穿七战衫啦，啊是较功夫诶啦，啊若无西装，甲你穿一个有无？啊嘛是乱了了转去。即着是咱爱有想甲咱诶生。生死甲成长，今仔咱要照着咱现主持的灵性活落去，当然你也是着种种的艰难啦，种种的过关啦。你无苦啊，你绝对无法度脱离着这个苦味啦。你永远占伫这个苦海嘛。现咱有顺，则是灵气。来讲着这么顺透，这则是咱的心性。真理是顺路灵，安住则是现世性。我爱有照着无义，咱再来讲顺家路性，是咱会当回转来这点灵魂，转过着这么清净的心，灵源本意是天性，爱咱转个这么清明。在世咱只有用灵魂。安尼，咱才会当用着母娘这个气。今日是用元气，元气就是无用过。哦，像咱讲元丰的，车嘛同款，学堂话嘛同款，船嘛同款，咱要食的物件嘛同款，无拍开的，无走味的。现咱有定落来，转咱气呀，心开呀。这是咱清净的天性，行出着现主是咱的心神。母娘啊，爱予你上界好，现主是这个心内境啊。啊，这则是咱集团的啊，无别项物啊，甲咱掺伫内底啊。今仔日你若有个人的意识神有无？你一股气都无够，你嘛讲袂出来啦。这个标准度，就是定价这尼啊标准啦。所以今日的注册，只有咱甲母娘，母娘的力予咱，咱这个心内底一间开，你才会当自由伫遮发挥啦。修行就是欠这丝丝啊，母娘的力量甲咱加油啦。啊，你无法度伫遮自尊啊，你所有咧出入是卡卡，你会伤到你的脑，会伤到你这个脑神，会伤到你即马这个体力的付出啦。这是上大的主要线啦，不是讲咧修啥物件，咱到尾也甲探讨，就是心的力尔尔。啊，心的力是啥？多自然予咱的啊。啊，若无拢嘛是咱家己的意识神尔尔。啊，这个是咧应的啊。啊，这个力就讲啥？含咧回落啊，打火机无甲你起火尔尔。真正力就是爱发挥着咱现主时的清净。射出着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要创啥？因咱有修持，啊是修持半张路过的，啊是无修持的，听到咱即马这个先天的味，伊会当转倒转来，修一世人的业啦。这才是修持有路用啦，啊无你伫遐跳来跳去，讲来讲去是要讲啥？讲到尾啊，你就无法度结束，散糊糊啦。无讲无食力，愈讲愈糊涂啊！敢若路过啊骂咧。
真理则是灵气，现然道化则是先天。咱爱顺着这点灵性，拍通啊，咱这尊心明，现在世间咱的教育，清咱的心端正。好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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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吼吼嘿嘿嘿啊啊哎哟哦哦咿耶哩咿哩哈咿耶哩咿哩哦哦哎呀啦吼啊咿耶哩咿哩哈啊咿耶哩嘿哎呀啦吼啊咿耶哩咿哩哈咿呀啊呜呜耶哎呀啦吼啊咿耶哩嘿哦哎啊啊吼啊咿耶哩吼哎呀哦啊咿耶哩咿哩吼啊咿耶哩哦咿哩哦啊啊咿咿哈，哎呀哈嘿哈，咿耶哩咿哩啊，咿耶哩啊，哦哦哦，啊啊哦啊，咿耶哩啊，哎呀啦哈啊，咿耶哩咿哩哈，咿呀，咿耶哩嘿，啊咿哩，啊咿哩咿哩嘿，啊啊耶，哎呀哦哦哈，哎呀啦哦啊啊啊哦啊哦啊，咿耶哩咿哩啊，咿耶哩哈。啊哦耶哈，嗨那好嘿哈，咿耶哩耶啊啊哦哦啊，咿耶哩嘿哩哈，嗨那嗨那耶耶，嗨那哦啊，咿耶哩咿哩哦，咿耶哩嘿，哦耶哩嘿哩嘿，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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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咿耶哩哆吼啊，咿耶哩哆吼，嗨那耶哦耶，嗨那啦哦啊，咿耶哩。哎呀哎呀哎呀啊啊啊啊哎哎呀咿耶哩嘿呀耶哩嘿哦耶哩嘿哩哦哦啊啊哎呀哦啊咿耶哩嘿嗨那哦啊咿耶哩咿哩哈哎呀耶哩嘿呀耶哩嘿哦耶哩嘿哩哦哎呀哦啊咿耶哩嘿哩哦啊咿耶哩嘿哩哦嗨那哦啊咿耶哩嘿哩哈哎呀。哎呀啦哦啊咿耶咿哩哦啊咿耶啊啊啊哦哦啊咿哈哎呀咿咿哈咿哎呀咿耶咿啦哈咿哩哈咿啊咿哩啊咿耶哩嘿嘿哈咿哈咿哈哎呀哦啊咿耶哩咿哩哈啊啊咿耶咿哈咿哩哦咿哩咿哩嘿哎呀哦啊。Oh.